从张歆艺和导演杨树鹏在五月份领证结婚后，两人表现得非常甜蜜，多次被媒体拍到在街上高调牵手、拥抱，甚至拥吻。但是奇怪的是，这三个月过去了，两个人却一直没有办婚礼，却在各忙各的事业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真的是急死人了。我们来听听看编导的发问。新婚以后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那个就是你们俩举办一个婚礼，那是因为暂时没有这个计划呢，还是因为拍摄电视剧比较那个繁忙？这个要先把闺蜜的名单确定下来。我可能个人比较喜欢旅行婚礼。听得出张歆艺对于尚未补办的婚礼还是有所期待的，只不过眼下通告满档的她怕是暂时没有时间来操办。而事实上，张歆艺就因为工作时间排得满满当当，还曾突发心脏病而住院，以这样的健康状况持续工作，身为老公杨树鹏是否真的能够忍得下心呢？其实我看之前好像是身体也不太好，然后那个心脏有点问题，这么热的地方拍戏啊，那树鹏老师有没有就是心疼你啊，给你一些特别照顾？他来看过我一次，因为他自己也有新的项目要做，所以他也很。据了解，张歆艺此回主演的《麻辣闺蜜》已经开拍两个月的时间，而这期间由于工作繁忙，夫妻俩也仅仅得以见了一次面，因此除了婚礼还未举办，两人何时会要个宝宝的问题恐怕也暂时无法立刻解决了。刚才我看片花里面就是你是一个特别想要小孩的那个那么一个人，那现实生活中你什么时候想要一个小孩？这个不在，没有计划。那你生活中为啥就没有那么积极呢？你说。